大家好，我是佳明。同志们好，今天来到仁寿县第一水果大镇文公镇，听说这里有家河鲜店不错啊，我们去尝一下味道，走。这个还没吃过啊，我们吃这个吧。吃这个是不？鳕鱼。啊？吃鳕鱼。哦，我老爸想吃这个鳕鱼。68一斤哦。对。我吃菜吃的比较少，我老爸吃的多。是人家老伯干的。我老爸第一次吃，让他先尝。来，我也没吃过，其实。怎么样，味道？安逸，巴适。安逸。哎，老伯干。哎，谢谢。还没吃过正规的鱼噻？没有，没有。我50多岁了，第一次吃这珍贵的鱼。虽然说这条鱼有1斤8两，但是除掉内脏的话，可能还不够吃的。这调料也多，调料泡饭的话也好吃的。